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 Jesslyn。我之前是一位美容师，一做就做了15年。但是做美容的时候，那时做美容的时候，就是我们是最怕的时间呢，就是新年哦，新年时候，因为我们新年时候很多顾客，我们工作都要做到晚上很夜1、2点。然后或者是平时如果没有什么节日嘞，6、8礼拜也是很多顾客，但是我们。做每个顾客，我们都要很赶的时间，因为1个小时里面，因为太多顾客嘛，1个小时里面我们就要搞定，就要完成那个顾客。如果1个小时里面如果没有完成那个顾客嘞，就会中招了。所以我就一直都是很努力的工作，然后从来我就没有请过病假的。但是呢，我这份工呢，美容工呢，就是没有 commission 的，然后 OT 钱也没有的，然后也没有花红。哦，只有工资1000块，然后为了更好的生活啊，我这时候在想，如果不改变了，就要辛苦一辈子咯。工资这么少，然后有想过开美容院，但是美容院我又没有本钱哦，就是，所以我就经过朋友的介绍，他就跟我说，哎，做 sales 啊比做美容啊收入更高，就因为有 commission 嘛，就是，然后我在想。诶，有 commission 哦，如果要改变，就是要做不一样的事情哦。所以我就把我的美容的这份工作，我就辞掉，我就去做 sales。虽然做 sales 啊，他的工资是比美容啊高了一点，但是啊，做 sales 真的是蛮辛苦的，因为我们每一天啊，我们都要去10间的顾客店打卡，排货啊，拿 order 啊，就是。然后自己 get order，自己收账了，然后在1个月里面账一定要收到的，如果没有收到啊，我们的 commission 是要扣的，要的。然后还有我们每一个月啊，我每一个月我都要 hit target 的，我一定要卖啊，19200罐的罐头啊，大概是100K 的 sales 啊，我才有1000块的 commission。然后我每次都是在追的，就说我的收入嘞。总收入啦，大概是两千或者2000出罢了咯，这好过我之前的收入咯。但是啊，这个收入啊，不是每一个月都有的哦，然后而且啊，老板都有不公平的对待啦，是因为我在一年里面啊，我就很辛苦的建立起我的顾客群啊，只有老板一声罢了，老板呢，就是他一声罢了就把我的顾客群。交给我一个同事，一个年长的同事，然后原因是什么？原因是说，我的同事就是他年长了嘛，他就不能出波咯。然后老板就叫我把全部顾客交给他，然后我自己出波去找新的顾客咯。然后那时我就想，我的底薪才900罢了哦，又没有 commission 了，就是我就在想，哇，这样下去啊，日子怎么过？就是我就想，哎呀，应该要找一份 part time 哦。那你知道，就在这个机缘巧合下，我就通过我的朋友就认识了爱康，也因为MRT 跟那个水机啊，我就开始了我的 part time，因为我想找 part time 嘛，这工资这么少。当时我真的是跟着那个系统走罢了嘛，然后跟着我的导师教我怎么做，然后跟着系统这样就这么简单做罢了啊，真的是万万我没有想到哦。我的 part-time 的收入哦，高过我的打工4倍哦，哇，真的是，就是这样啊！我就哎呀，决定不太在爱康，因为有机会找到更多钱嘛，就是。然后在富泰的时候，我才发现原来那个爱康是除了产品之外，然后还有美容仪器啊、美容产品啊。这么好，这么棒的美容产品，然后我又想说，哎，我也是很喜欢我的美容的事业的嘛，然后我又重回我的美容事业，然后 mobile spa，然后通过 social media 找陌生人咯，然后又可以赚取又让我可以赚取不错的 active income 哦，然后这个突来的疫情啊，我会想起，哇，还好我姑姑她在爱康。如果我还在打工，我可能会被裁员哦，有可能会被减薪哦，就是，然后因为这
这个疫情啊，当时我就想说，当时我的选择是没有错的啦。然后因为这个疫情要宅在家，我又一个问题要宅在家怎么做呢？但是啊，我又万万没有想到哦，就是我也没有想到通过公司的会议啊，就是星期三、星期四、星期天，可以帮助到我很多。然后还有一般导师的耐心教我嘛，因为我是没有什么会电脑的，耐心教我怎样建立啊，怎么用 Zoom 啊，怎么样 WhatsApp 啊，然后怎么用那个 ERP 啊，那些 Excel 模式联系回我的组员，还有联系回我的那个陌生的顾客，他们原本不买那个MRT 健康的产品的，都会跟我买，只是要通过这样联系罢了。通过动动手指，这样拿电话动动手指，这样联系顾客罢了，就可以做到把我的生意做到去菲律宾，做到去新加坡的市场，而且我还不用烦了。以前我还要烦送货，现在我还不用烦了，因为送货去国外啊，是真的是很难的事。然后公司就安排送货直接就送到顾客的家。就这样啊，就达成我的目标，就是三个 point 哦，和完成。我也是没有想到，在这个疫情里面呢，我可以完成我的迪拜旅游。那我真的是很庆幸啊，我能遇到爱康啊，因为我一直都很想做生意啊，但是我又没有本钱了。但是在这里只是一个小小的本钱，我就能做自己一门，这个属于。我的看法，这个是一门生意来的。然后只要我已经准备好，因为啊，只要你跟着那个已经准备好的那个商业模式啊，然后加自己的行动，然后努力一点，就可以达成自己想要的生活。还有还可以啊，和我那个合作伙伴啊，一起去旅游啊，而且这个旅游是免费的旅游。让我的人生啊充满了信心和活力哦。你看这张照片，之前的我，你看我的美容师，我真的是很没有信心的，因为一天到晚工作罢了嘛。然后第二张这张呢，就是我做 sales 的时候啊，也是没有信心的啊，一天到晚是工作罢了的，蛮辛苦的工作。然后最后一张呢，就是我现在这个，因为我已经加入爱康，因为在这里真的是我很。做到很开心，又不会辛苦，很简单很容易的就可以达成我想要的生活。最后我要感恩我的贵人和我的导师Mr. Lee Ming On 和 Vivian Tan， 还有我们的 President Joanne Lee 和 Gabriel Wood， 还有我最亲爱的Mr. and Mrs. Francis Chia，还有我们的讲师 Vincent Yap 和 Grace Tan， 还有 Jesu 和 Sue， 还有 Harriet Go。 最后我要感恩我最爱的妈妈，因为她是最支持我的，一路以来她是支持我 和最爱我的人。感恩有你们我的分享就到此，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，谢谢。谢谢 Jaslyn， 我们给 Jaslyn 这些虚拟的掌声，然后给他叭叭叭叭说去恭喜他。因为听到 Jaslyn 的分享，其实非常感动的，因为你知道吗？看他那个照片，从以前的可以讲那个罐头的是卖什么罐头吗？我可以讲吗？因为我其实会想要卖19200罐一个月才能够拿1000块，这个很多打工一族为了 fight sales 的时候，真的是没有早上没有晚上，没有晚上没有早上哈，卖，你知道吗？那个是我可以讲吧，那个是一个午餐肉，卖午餐肉哦。然后你知道吗？我就刚好昨天就去买午餐肉，然后我讲我买来买去我买一罐，可是他要卖19200罐，他才能够拿1000块，这样我只贡献了一罐哦，他还要去 fight。19199罐的话，这样的话真的是不容易，还是来 EKG 的这个平台太好做了，对不对？是，在这里我们讲说，凯文，刚才我们不是有说到吗？是我们这一个，而且真的是越做越年轻，越做越漂亮。对，你看他那个笑容，简直就是、啊、是那个嘴角上扬，就是挂住。OK， 挂住那个风扇的时候勾住了，对对对，让你未来日子能够越来越越来越丰盛，越来越富足的。我们够再一次的恭喜谢谢我们这次的分享，谢谢你。是，大家都从他的分享中呢，我们可以
受惠啊，我相信了，因为你看啊，对，从一个从兼职啊，我们讲说兼职就好像一个屋子的后门，就是我前门、后门 stand by 嘛。当有一天你的后门大过前门的时候啊，前门可以关起来了，就后门就变大门了，你知道吗？对，就是这种感觉。当你的本来铺好的后路是万一有事情啊，你需要 extra 的，不过这个已经是越铺越大，还成为一个康庄大道啊，这个对是。所以我们讲说爱心传达。康健事业啊，能够完成自己想要创业的梦想，同时又可以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。更重要，我觉得一个点就是在我们的这个平台上啊，我们当帮到别人时，我们所得到的那个喜悦，那个真的是用钱都买不到。所以为什么老大哥，我们的哈，我们上面是专职教授，有提醒我们一件事情，因为我们做这个事业，其实就是在做一个爱心传达康健事业的一个这样的事业，非常非常的有意义，对不对？对。